局，本局事业间辖内发生三起车内盗窃案，经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，锁定22岁李姓冠窃涉有重嫌。他利用深夜随机拉动路边的汽车车门，如果汽车未上锁，便入内搜刮财物。本辖两名被害人财务损失共约50000元。24日6时许，原警于水源街一段的超商内发现窃嫌正坐在角落吃泡面，经上前盘查，出示相关犯罪事证，犯嫌百口莫辩，并供称所窃财物皆已经变卖。全案警询后，依窃盗罪嫌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